哎，老板好，好，好，这边请坐。今天一样吗？吹枕上游。啊。是啦，一个人吗？到要甲兄做来去 disco， 欢喜一个。你要干嘛？来啊！不要拉我！来啊！来啊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我放手，放手！哎，错笑！安怎安怎？干娘在用其他晓啦！干啥你的名呀？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空阿雪，好了，放手了。干什么？你就跟一蛙一样的，没有用的东西。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走。先冲棒好不好？再拎几年好不好？耶！来了，前间六个十个，都全全身躯拢酒味，是不是刚刚我拍起啦？好了，老板，不要生气了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好 ，OK， 有没有帅？总统都是输这样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你公仔告诉我，你听来了。好，来，在这里。总是梦想大多都是讽刺，看着他们眼神透露着理想正在慢慢统治。我说哎哎，天马行空太过于执着不实际，不如脚踏实地找份工作反社会实力。哦哦，
傻了吗？我又不肯做，剩下败笔，搞砸了吗？又不是害谁，又害你，只是单纯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尽管嘲笑那位小丑，总在三环围绕，是微笑，或是苦笑，还是干笑？戴上面具，人们也都无法揭晓。说的事实是，现实是封闭的，思想是中立的，创作是不容易的。群居小众，雾门抽离政府机制，那些变形镜头是其次，就因为他们保持理智，所以带给社会舆论都成了其次。Oh shit， 他们表情的太过虚情假意，其实有用处，那也是彼此有目的，一时中的怒，触犯到我心中那陆地，将埋伏后续那伏笔。实现理想超级复杂，一点都不浮夸，难道无法亲自饲料都在脑海驻扎？就继续转吧转吧，太平洋浮木在曼斯威里跳着自由自在的华丽舞步，走在那默默滴滴的无奈，那四面楚歌不断沉浮在都精神不败，说不着看不到，就闭上眼Stop it!
谢谢大家。